学生招会开始，全体肃立，向师长行早安礼，敬礼。全体学生请坐下，老师请坐。颁奖。主席报告。好，所有同学大家早安，我是学务主任兼监考主任。那今天的主席报告我们来看一下，想要跟所有同学分享十月份的中心德目。十月份的中心德目是合作，合作。那到底什么是合作呢？我们查一下国语字典。那我们国语字典里面给的合作，它的定义，它的意思是在共同的目的下一起努力工作，就是说我们可能有很多的人，但是我们有一个共同的目的，然后一起去做同一件事，或者是合力去完成一件事情，那这件事情叫做合作。那实际上在我们生活当中有哪些的例子呢？那主任跟同学分享一下，我们看一小段的一个影片。No, Malati, you do this one. 那我们在一个溢水沟里，有一只小狗掉到这边去，然后站在那边，它也不能走，因为手头很疼，也没有办法自己再离开。那这个时候有一个人，他看到这只狗在那个水道上面，他决定下去救它。那我们看一下后续他是怎么救这只狗。这个男生去叫这只狗的时候，那他们也停下来，想办法去救他。
越多人看到，在旁边看到的人就想要把尿放上去。问题是上面的人一定要把它拉住，不然你们上面的人就会。好，现在多了好几个人，然后助力，然后一个一个把它拉上去，然后就把那个小朋友拉上去。他们团队的工作做得非常好。那从这个地方我们刚刚就可以看得到，如果就算那个男生最早的那个男生想要救这只小狗，靠他一个人的力量是没办法的，除非透过了其他人的一起帮忙，而且他们有共同的目的，就是想要救这只小狗，然后大家通力的合作才有办法做这件事情。那回到我们生活上，那我们也有哪些的地方可以完成合作这件事情呢？那主任想要分享的其中一个例子是我们的厕所的部分。那我们之前有一些班级，因为他每天负责打扫那个厕所，那有的时候你发觉我们会觉得厕所是一个比较不干净或者是不是很友善的地方，你没有很想要去。那所以后来有一个班级，他就决定他去把我们的厕所把它美化，他在那边放了一些卫生纸方便使用的人使用，那也放了一些植物，放那个小板凳，那他们就每天去打扫，那每天去美化，每天去把这个环境把它弄好一点。那这件事情也是没有办法透过一个人就可以完成的，那也是必须要透过班级或者是同学之间互相的合作去完成这件事情。那所以事实上我们生活上有很多的地方都可以透过合作来完成啊。所以如果我们能够把一个厕所把它美化，透过合作把它弄漂亮，那可能你发觉哎，这有同学说哦，这个厕所好高级哦，我们可以纠团一起去上厕所了，就等于说这个地方这个问题就被我们改善了，让我们可以把这个环境弄得更好。所以人类本来就是群体性的动物，所以你发觉动物就本来就一定要合作，因为不可能我们一个人完成所有的事情，所以只靠个人的努力，你发觉很多事情是没有办法成功的。好，所以希望所有的同学能够学会跟别人合作，学会在班级在团体里面合作，然后同时感受这个合作的力量跟快乐，你会看到就像我们刚刚第一个例子一起合作的那个力量才能够扩大，而且你能够帮助到不管是别人，不管是那只小狗，还是改善了那个环境，你发觉我们都感受到这个快乐。好，所以以上是主任今天想要跟所有同学分享的内容，报告完毕。反读宣导。我的未来我做主，跟毒品 say no。毒品未装成茶包、糖果或巧克力，随身携带跳跳糖，原来全是毒品。误食毒品果冻，昏睡22小时。同学请吃软糖禁染毒。未装成梅子粉的新兴毒品，毒品包装花样百出，市售改装混合填充，山寨品牌混合填充，自创包装卡通图样，糖衣外表零食外貌。拒绝毒品第一步，不接受来路不明的饮料、糖果、咖啡、奶茶包。我这边有货可以嗨一下，你要不要试试看呢？不，我才不要呢。染上毒品你会跟他一样。新兴毒品多为2-3级混合性毒品，危险性更高，严重会致死，脑出血、休克致死，幻视幻听语无伦次，心脏衰竭，尿血块，膀胱萎缩，脑洞大开没药医，脸部老化变丑没人爱，心痛到生不如死，包尿布玻璃心碎满地，跟毒品扯上关系就 GG 了。持有毒品最高可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施用毒品最高可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转让毒品最高可处7年以下有期徒刑，贩卖毒品最高可处死刑。面对毒品诱惑，防御计8招：坚持拒绝法、告知理由法、自我解嘲法、远离现场法、
友谊劝服法，转移话题法，反说服法，反激将法。有问题请大声说出来。家庭关怀，第一时间找父母或长辈聊聊。学校协助，找老师、生辅教组长及教官寻求协助，找春晖小组协助，找校外会协助。社会资源，毒品危害防治中心咨询专线0800770885，反霸凌专线0800200885，家庭教育专线4128185。拒绝毒品就是狂，健康大平台 Let's Go， 平时多运动，培养正当兴趣，保持好心情。街头艺人表演时间，欢迎五年正班李成俊带来的钢琴弹奏演出。有奖征答。问题一，请问十月份的中心德牧是什么？问题二，反毒宣导中发现近期毒品包装花样百出，常伪装成什么，让人不小心就误食了？问题三，请问本周的街头艺人带来了什么表演？